你都不叫兰陵汉亲爸爸，你凭什么说是我爹？那兰博一级能不能别学那个？别学 W 了，那多弱呀！学 W，学个 Q，女人给你打，你得了呗，一点伤害没有。Q 三，我操！没关系。我本以为我能躲得掉，但我没躲掉。没关系，传送就是用来被单杀然后回线的。怎么地儿？其实我们这边赚了，兄弟们。嗯，你们可能是没理解，但是我觉得我这边赚了。就是我们有点怕的小蜘蛛。左边去插个眼儿吧。想异我？你想补刀吗？谢谢 GGS 的飞机。即使被拿一血，也丝毫不影响我压制敌人，明白没？他依然还是劣势。这波有炮车，我们直接回家。谢谢嘎者斯的飞机，这不嘎者斯吗？他把我杀了，他还比我少一级，而且我还比他多了十一个兵，知道吧？他比我少一级，并且我比他多了11个兵。其实我们是赚了。发炮！哎，人家一血也就400块钱。后边可能有蜘蛛或者是辅助，小心一点。直接锤我，左边有蜘蛛，那都是
80%都有蜘蛛。一看就是旁边有人想勾引我，我也不是傻的，我一上就直接打不了。我溜了。救一下呀，救一下呀，还好我有小饼干。哎呀，谢谢嘎哲士的又一个飞机，谢谢嘎哲士。上路单杀，中路优势，下路小烈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打野也优了。啊，这把应该是拿下。兵线还好，中路不会像上路一样。这杰西一看就不会，他不会玩这杰西，他不会打中单的，不是不会打中单，不会打上单，明白吗？兵线理解太次。你说刚才那波兵线没有人帮我推，他往那一控，他都不吃，我这波直接比他少一级。啥也不是，游戏理解太差。我到了，还能再杀不？杀！谢谢峰峰的办卡。我知道你俩想杀我，啊，来嘛！给我杀！我有闪，给我杀兰博，全是，哎，拿下！稳定拿下。你们嫂子看，他不会玩，都跟我说这波拉扯太漂亮了，这都是小拉扯。这把我们是中单猴，那么需要一双西地海。西地海不出三项啊，三项现在没有分离者厉害。蜘蛛就在我们附近，不是右边就是左边，这波只要上那就是一个字死，死完就丢小龙，丢小龙然后节奏就断档，下路就被强杀，所以一定不能死，明白吗？我都不传了，这波不能传送啊，鳄鱼这波是无敌的。我到了，哎，死！
你追不上，我追得上。还打？嘿，你挺有意思，这波还敢打我？白交个闪，但不能继续打了，我没有技能了。哎，不让我吃塔皮，那我回家。我回家还有船呢。鳄鱼给我收一波，鳄鱼，鳄鱼穿的挺快呀，鳄鱼能不能给收个兵？算了，这小兵不要了。这兰博哪都好啊，就是一条龙也不打。这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这么讨厌那个小龙。还有这眼儿，这拆一下呀，走过路过拆一下。走，往下支援一波武器大师的传送。我马上到，往后拉呀，往后拉呀。不好追，算了。啊，这里有眼儿。我们假装走一走，这小黄毛挺装的。中路我不要了，这波你走来，没机会。不行，这我得回来。看看中路附近有没有人啊。哎，这杰西这么，我都游走两波了，他都没升十级吗？他等级好低呀，再收一波。人还挺多，这不中路五六个人。没事，我死不了。他俩想杀我，这不可能，动不了我。要越下路吗？要越下路，我再清波兵吧。跑的是真快呀！你给我甩个大，他不死了吗？那不甩呢？哎，真够呛！你刚才右边一撒，我一格瓦他必死。他把 E 都给用了。嗯，他可能爬蜘蛛搁右边，那蜘蛛来不及。蜘蛛都来不了，这里头有眼儿啊。对，我马上到，我坚持住，算了，没机会回去吧。我这是硬逛啊，跟他们。
不去了，那下路他100%知道我去了，我去了也打不死，很有可能杰西还搁旁边呢。别没完没了的了，行不行？鱼哥，咱也不至于这么上吧？鱼哥挺生气呀，下来一波，发现没拿到啥东西，你知道不？生气了。鱼哥气性挺大呀，没事，你回上路。这边的泰坦怎么开始跟杰西连体了呢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两个人跟我玩连体啊？那小龙可以要，可以杀。小黄毛这波挺肥呀、啊。鳄鱼12级，哎，痛痛痛痛痛！对面不要了，他俩想换我们家上路二塔。这波想换我们家上路二塔，那蜘蛛就在右边，在这个位置。来，蜘蛛怎么能没在呢？谢谢金丝有只粉丝牌之大马猴。这把两个传送还挺好的。不是，这杰西什么意思？这怎么变成你俩反对我了？他俩我追他，他追我，什么意思呢？哎，这是没有人手吗？哎，这给白给对面拆呀、啊！二塔拆没了。啥个武器大师交两个闪现，兰博跟他带什么玩了呢？你兰博怎么能让武器杀了呢？那武器大师给你杀了，他不起飞了吗？一个人头都没有，本来不是队友没节奏了，刚才上路两个人就赶紧包过来呀、啊，中路两个人守呗，兰博跟我过来二打二也能打赢，他不来，不知道干嘛。这哪能大得着？人家肯定有意义。我的好兄弟。
欢你。没事，我有船。他们不能打大龙，蜘蛛都没血，能不能杀点人呢、啊、兄弟啊，来点节奏吧。大龙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那蜘蛛中单全死，连传送都没有，不开大龙，开开开开开！杀人可以，可以杀人。哎呀，这梅鲁斯确实打龙慢，还是算了。没有的，这谁的呢？你他妈的，你是没死过是吧？这武器大师，哎呦，中塔这么难拆，冰心一阵，小龙没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呢？连个防御塔、啊、中路都拆不掉吗？后边维鲁斯，一会儿拖着拖着，那鳄鱼也不优势了，我也不行了。维鲁斯打人也挂杀了，这就完了。哎，这个中塔拆的这么费劲，没状态哈，要开龙了。开的是挺快呀、啊、又剩这武器大师一个人，还杀个武器这么费劲吗？给我往里冲来，我鳄鱼，鳄鱼往里冲，鳄鱼蓝波红洞干啥呢？小黄毛，哎呦我这小黄毛像个战神。哇，他们家这 ADC 太猛了，打不动啊，关键是打不动，你知道吧，这人打不动。我们的发育想杀他太费劲。我们除非开到一个特别好的团战，然后去把那个小黄毛给秒了。行，关键现在这中塔都拔不掉，那中路一塔都拔的都费劲。
正面团很难打呀，怎么能把中路一塔给拔了呢？开不到，我操了！呀，让这一个 AD 给我们打穿了。走，给你一炮给你杀了，我跟你说。开不起来，就这个东西打不死。那人头是正的，但是就是打不死对面 AD， 就是赢不了。我们家这维鲁斯他没有用。两件半，他四件。这个武器大师吗？这是？哎，这武器大师狂送啊，都打不赢啊。确实是越到这后边的这 ADC 是越重要的，这 ADC 太狠。背水一战嘛，我所有技能往他脸上甩，甩也没用，甩他妈的他也一直破格。哎呦！我没摸到人呢，我人没了。他十六级，他比那杰西等级都高。我急了，我现在蜘蛛没有意义了。慢性死亡啊！慢性死亡，兄弟们！急不急都没有用了，嗯，这 EZ 太难杀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巧克力。